那刚刚横扫韩国百想艺术节的都教授和千颂伊呢，即将在中国的荧屏上重逢了，因为他们入围了本次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评委单元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很快可以在电视上重温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了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星星粉儿啊，我也看，我也看，我也看，有啊，有啊，我也是星星的 fans。看到了吗？有别于以往韩剧只在女性观众中流行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波及范围之广，年龄、性别层次之多，大概是前所未有的。无论是剧中台词、主角造型、吃过的炸鸡、喝过的啤酒，通通都成为流行。而终于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自家的大屏幕电视上看到教授和千女神啦！아니진짜날몰라아어떻게몰라记者刚刚得知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已经获得广电总局的批文，将于6月9号起每晚22:30在我们新娱乐频道以及韩语原声加中文字幕的形式播出。这是新娱乐频道首次播放网络热播剧，也是即将开始的本届上海电视节献给上海观众的特别惊喜。新娱乐在线编辑报道。